早上九点在这里，就是我们的颜惠慈啊，颜惠慈，颜惠慈啊，他在这边成立那个竞选总部，就是我们中医药前面啊竞选总部。好、啊，他现在的傍晚时间已经都整理好了，那、啊、明天早上请各位啊，您都到现场来啊，来捧他的场。那我们这一次共有招牌比较大一点的啊，有四个俊男，四个俊啊美女啊，应该会顺利当选。那我的预测是第一个啊李一点，第二个杨威廉，第三个吴秀晓，第四个林子乔，第五个林佳颖啊，第六啊。颜惠慈就是我们的成立总部这一位啊，再来就是林倩碧，那这里有八个，若是四个选九个，那还有一个是谁，我们就自己想一想吧啊。那欢迎各位大家哈、啊，明天来看他的场。那有赖清德副总统，还有郑文灿啊，是的，各位莅临这边啊，希望各位网友啊一定要来啊捧他的场啊。Okay.